你看我的帽子好像不见了，你看额头我帮你拿那么好。雪的 S， 我这样可以吗？帽子。检查口袋都好好了，我在，我在，我在，我昨天就是在这里没穿好鞋，然后一只脚滑，你知道吗？一只脚是空的，然后这样整个快要摔死了。你是说正在穿就好？不是不是，是已经要走了，但是可能有一只脚它穿没有穿好，以为穿好了，但它可能是随时会掉的那种状态。嗯，原来是这样。然后就从这里，然后地又硬硬的，然后又弄一下把我自己吓。因为摔倒一定很痛，因为这有一点点硬。不知道楼梯在哪？啊，你说五郎的楼梯啊？你看，就又没穿好，真的太危险了。是不是？哦，屁股这样大腿好冰哦。嗯。为什么大腿好冰？大腿，大腿这个椅子是多冰？嗯。有多冰的？嗯。啊，你刚研究完怎么滑回去？跟我走啊。嗯。哦，好冷哦，一出来就好冷。我现在就是在感觉那个冷热度啊，大概是左脸跟手套手指开始。跟大腿，大腿上面因为紧贴着，这样后半部，我就看，还翘起一只脚，因为我往回头，不是，我是在看说，觉得树林比较不一样啊，然后拍张照，但前面有人，想说我后拍会比较好看。你昨晚好像我拍过，还是没拍过？怎么突然间现在清楚？对啊，很清楚。刚刚你在我们正在推进到往缆车的时候。右边刮起一阵大风，然后雪道上就都是雪。嗯、那时候很雾。要滑一次小树林吗？小树林是什么？不是小树林啊，这个就右边很漂亮的那个，很漂亮那个。对啊，很漂亮的那个。就三五郎前面那个嘛。好啊，就漂亮的那个。好。不过三五郎前面的话，接近缆车又要小推一下。哦。看速度，小推一下。有些人滑雪就是你看他那个搭缆车的时候，嗯，就急成那样哎，都不知道是急什么。我猜左边那个是老头子哦，是吗？因为他蛮矮的，但是他穿的是双雪板。是女的欸、哦，要不是你，要不就老头子，但是他的身形看不出来。就是好急哦，你都不知道他在急什么。他一直回头看。然后换那个雪板，还有这样。
他是要叫我们懂欸啊还是他只是说不好意思他说不好意思就感觉比较礼貌但是懂欸就有点不客气了等我对啊不过反正前面就那么一个人我们也不会冲上去了冲上去是什么意思冲上去跟一个人合在一起走、哦、当然不会啊只是我只是说他好急哦你有觉得吗有啊他在我后面我就想说好我先进来好了他一步要走我这个门吐吐吐吐吐吐急得要命我想急什么啦这车车又不会跑掉车一直在走有啊车也会跑掉一直跑掉好冷哦好冷哦好冷哦好冷啊下去左转要小推一点点好冷哦走吧出来都觉得好冷太温暖的地方出来就是就会觉得特别不太行、嗯、好你不觉得这里的特色是缆车很想盖两条嗯别的地方也有两条的然后那单人座也有两条的都是盖平行的嗯我们现在都这两年我们出来滑雪都没什么在排队了、嗯、后面之后开放后我就大排队就我们都受不了因为在朋友那之前八方也还好哦我知道那里确实还有一条雪道嗯就是比较绿的嗯，对啊，就是我们是从三五郎前面直下，那右边有一个比较绿的，迂回吗？对，但是被打岔了，奇怪，太平了吧？我现在觉得膝盖后面很凉，不知道为什么。刚一上车就整个椅子坐下去就很冷啊！我现在手在灌风哎，为什么？为什么？这里为什么开开的？我知道，我在为了摸狗，为了摸狗，我把外套面做的，对。还没有这里看起来的真的吗、哦、好冷好冷快了就这里我的意思是说它那种刚往下的面看起来一副倒哎、欸，往下冲啊我没有要往下冲啊就这样往下然后就马上转弯了也堆好多雪哦，哈、嗯，对啊，而且就这么一小段，下面就好像很这我人跟不上我的鞋子
我的鞋子好像有点扣太松，脚在鞋子里面偷不动。我刚跑去刮没人滑过的。这里啊。还是你想要再滑？你希望再滑，就还好。练习往下啊。没有啊，那里还好啦，那里不会怕啦。现在我好像有点吃太饱，所以是我只要一弯腰，我就要退三分出来。喝太多了。喝太多。你喝了我多我三杯。咖啡喝两杯，玉米汤喝一杯。然后你玉米汤一点一杯，跟咖啡四分之一杯。其实我喝也喝半杯而已，喝到他一杯。我是冷，很喜欢喝热的。300块划算呐、啊嗯，而且我们就给他跟大光明两个人喝一杯。因为我们就那个餐就是点一份嘛。对呀、啊。那餐那么贵，4000多。以吃到的分量来讲，两千块的餐这样，跟其他雪场的比算很便宜的。嗯、其他雪场的2000的能吃到什么？牛瘦肚2000是能吃到什么？你是大概只有最小的意大利面吧。你现在在干嘛？啊？我在手取暖啊。那不就握拳就好了？对啊。但是我刚不想握拳，所以只好。加握拳，还好不是最冷的，滑一下有好一点。所以大家下车要往右走了，是不是？对，往右带速度，切到我们刚下缆车那边旁边。切得了那么远吗？哦，切得了。下缆车是28的缆车那边吗？刚来的那个缆车，那个叫什么？欠背还是？是片背缆车吗？我不知道，我名字记不起来。那这个叫什么？对，我也不知道。总之就再也不要经过那个小池子了。哦。推池。现在有比刚雾，都是雪。刚刚比较浅。这里有条线。嗯、这里有线位起来。他这样子用物是很清楚，那头滑过去的人会被雷死断头。对啊，我是说真的。嗯。他要就要弄明显，不然他这样放弄明显。我不是在刘少都，我说靠腰有个墙在那。嗯。那个墙只露出10公分。嗯。也是啊。哦、我就赶快换个方向。换你就要停住，然后人就飞出去了。搞不好我还要回去捡雪板。对啊，就人飞出去了。两个雪板，两个一起留在那里，这样。好像用耳朵听到雪打下来的声音吗？啊？
跳跳跳跳。对对对，你有听到吗？这种就是树上吹下来的那种。嗯。它是颗粒型的，会掉掉掉。嗯。但是如果是下雪下来的，就不会掉掉掉。比较不会了。那个什么，那个之前我们在搬嘛。我看一下你的。都 OK 吧？对，都 OK 了。之后就那几张卡这样。对，这里往左切，靠左边的墙壁推不了多远。我觉得我已经想上厕所了耶。所以这里居然有卖东西啊。前面这个雪道啊，怎么弯都不要走，直直冲。我看我应该一下都动不了。好了吗？冲啊！等啊！干嘛等？根本不会动啊！其实我可以看你到哪里，因为看不到。就是在上坡加什么树？往左转。
快累死了。啊！停下来减震。我可以调一下我的鞋子吗？好、啊。怎么样？怎么了？那鞋子怎么了？太松。啊？太松。啊哈。我不能弯腰，我要坐下来。哦，你要去旁边雪地那边坐吗？我看看怎么坐起来。可以坐啊。没有，然后靠松两格哎，更松了，松两格。你说你刚刚靠松了两格，对，要靠紧两格，对。然后我每次这个扣子都扣不回去，所以我脚踝滑的时候都是松的，啊，危险。所以我说我要把它调一下。好、啊，那我觉得好，不然刚刚就这种要这种拖鞋子，就是拉着鞋子走的，就觉得脚一直在动。好远哦！那不是我们刚坐上来的那个？不是，刚坐上来的是右边那个了。哦，慢慢走。分不清楚是雪进雾了还是外面雾，就拿下来看了一下，发现真的雾。慢慢走还是会走到。
这里就不好走了。我就是觉得我是这样走，走到小腿肌肉好酸哦。我现在唯一脚会痛的就是小腿肌肉。我比你快欸，啊，我好像走得比你快欸，我好像走得比你快，这个 staff 是躲起来型的，走，来行啊。你再过来，再过来一点。啊？过来一点。啊！走好久啊，好累啊，急急。你滑过的是？上面直接下来的黑线没滑过，对，是要来滑。来滑，如果滑绿线的话，就是我们第一天下来的地方。嗯，这里出来，那就慢得要命。对，慢得要命，受不了，受不了，还要走，好酸啊，手跟脚都酸。然后黑线滑下来，接着再坐上去，然后树冰眼就可以接黑机了。好。不过树冰眼还是要小推一下。手酸，脚酸。嗯。我现在看我，你现在那个去大一场洗澡有泡？有多少？去大一场洗澡泡？有泡，泡室内的。对啊，我也是，我懒得出去了。那我就没泡，出去要走多远？一点点啊，五公尺吧。只有五公尺？就很近啊，就这样走，这样这样。我那个门一开出去，我只看到一面墙。所以那个墙大概就五公尺。我就是出去看我幼儿园。它是十公尺以内吧？对啊，就很近啊。但是还是不想出去，就要被虐待头部啊。你头洗了吗？洗啊。都不能先洗啊，就是要干的啊。你不知道吗？泡温泉都不能先洗头，要后洗头啊。我都有先洗啊。No， 那难怪你都顶不住啊。但是那个各室本来就什么都没洗啊。也一样顶不住。你头发太少，我头发比较多。啊，就这样。也是两个开一个。嗯，对啊，我就跟你说这里很爱见两个。嗯。还是你觉得花五千就够了，不要再花四千块，你是这样觉得吗？我是都 OK 了。这已经是。本季最后一次滑雪了，不好好那个，本季没有滑雪了。你觉得我们从台湾回来还有可能就好再滑雪？啊，都三月了，应该不可能了吧？冰要，其实就是那时候的滑雪的雪况就又变成要累另外一种累法，湿热冰啊。对。啊，长这样，偷看一下雪道，上面缓。下面稍微有一小块比较急，但是应该还好，但是太雾。嗯。
看不而且不是这里吗？那这个翘起来又是怎么回事？还是它被分成左右了？看不清楚。切过来会很陡，我觉得是挡上面的雪，所以这条是线。哎，这里又陡，是从右边下，接在这里。OK， 了解。哎，这里还有个 mark 呢，立路禁止。然后这里说，哦，迂回路。我们上次是切那边走掉，第一天来的时候。OK， 懂了。那下这个黑的下半户要留速度，留速度进来车站就可以了。你不觉得这个很像恐龙？他往右看，他没有手啊，两只手在这里要垂着。恐龙的手哪有那么长？恐龙要短手，那手那么长就是气的。让我快要摔倒。后面有个用脚掌跳下去，它就蹦着就直接。我真的怀疑我的雪镜到底是不是，不是。真的在雾吗？我就看不清楚啊。
有多远呢、欸？我画一张好了，记录下今天就是今天都滑这种。感觉不是很黑的黑点。我不知道我还绕什么。东西是什么？有一团东西是什么？地图吗？我刚觉得刚我没有真的坐啦，撞到一下，刚刚有一股力道，是你就想我一股到下去，你想在我后面，我怎么办法？我怎么办法？嗯，好，拍一张做个记录而已。嗯，他用杠腿要解决。嗯，你看有被整、欸，我在拍照有关系。有被整过的跟没整过的，一边是载满了雪，另外一边是被他拱腿要推过的。哦，有没有？还是说他不是要运转？因为太多雪太重，会不会害绳子太重？他可能要定期清一清。对，我在想。但是刘寿都那个停的就真的就，然后就挤超大的，他那种。他拿棒槌在敲哪边？他可能敲棒棒吧。我刚只是想说，这种路我有没有办法像我平常那种顺下的一路冲到底下？你有这样下吗？他刚就一直停下来，没办法试的。其实可以啊。那再试一次啊。不用啊。就是它虽然标是黑色，但是我认哪里有黑啊？我认定是，对啊。也许它在雪少的时候，因为翘起来不一定。翘起来就滑中间就好了。或者说它只是因为窄就被认定为黑色。嗯、好啦，要回溯边缘啊，努力退啊。不要再滑一次吗？不用啊。嗯、要滑去黑鸡滑，黑鸡好玩。不知道。上午的粉，我就是我再试着滑最上面那边，就是滑得晕头转向的。黑鸡那个黑啊，滑得晕头转向。如果黑鸡那个上面没那么雾，我们就去黑鸡黑。黑鸡黑我们也没滑。30的那个吗？啊，30的那个吗？我没有背数字，就是最右上角那个。好啊。那、啊、要是还是很雾，我觉得我们就滑那个红的就好了。嗯，不然就云红的我都已经滑着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了，很可怕。对啊，主要是 看不出自己的速度，跟位置，而且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我有点昏头，我会滑到昏头。雪盲晕眩，哎、欸、哎、欸，就是那个
小跳跳的人又继续了，他努力的练。他一直都只滑这一道。他练功了。但是这样子他已经不大要练了吧？你觉得他已经很差了？对啊。这边也算树冰岩啊。你觉得有很那个样子？它比较一块块，它没有结成一大块。对，这边看起来没那么，比较不受风力影响。哎，刚刚是这个的最上面有是那只像恐龙的吗？那我再来帮它拍一下。长手恐龙，奇怪，手这么长。我觉得那膝盖看起来就好痛。又一个，这个是温和型。只要能这样也可以，这种比较舒服。那其实它的速度也是我们的两倍啊。也有同样 pose 的，但是速度还可以再更慢，就是一模一样的 pose， 有 N 种速度可以滑。然后有太阳在，有我们的头顶。嗯，好亮。对啊，好亮，但是还是好雾。应该是乌云开的，乌云开了，但是雪雾没开，雪雾还是笼罩在这里，还是山雾，山是景雾。我要开恐龙，高亮度恐龙。我这次上来觉得比较看不清楚他的手手啊。有了有了，小心啊！我先上啊。等我一下哦，好像有，好像有。
脚好酸哦，小腿，小腿好酸哦，右脚又，我只酸右脚。加速 pose 冲到那。啊？我用加速 pose 冲到这里了。不忍，我就想说，待会另外一个是在那个缆车这附近，我们来看一下，倒一下地上。另外一个。啊？你说另外一个？缆车。是不是前面会有个缆车？在那边找一下那边的地上。我以为我是在那边把它放进去的。我就在说好像欸，我觉得就是奇迹啊，有人打到那里插在这里啊，我就觉得是这里，因为我在这里，我觉得我要把它放起来，什么东西啊，好好笑，就是它啊，太好笑了，远远看一根是哪一根啊，我就觉得是你，我怕我一路就往这边来啊，找着他说我在这里，然后一下缆车我就跟你说我要看一下，我要看一下，我要看一下，然后我就打开窝窝在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我以为我放进去可能放到掉了，哦哦，有人就帮我插着，笑死啊啊，而且他用插的搞不好从昨天插到现在，然后来到这我还看得到，没有，不是用插的就会看不到，很聪明的人，谢谢，一点点结冰而已，不要理他了，我弄带上去会湿掉啊，湿掉就湿掉了，放到背包里，太好笑了，我就跟你说我觉得在这里啊，你那么准，我因为我觉得我是从上面滑下来到这，还是从那里滑下来，好像是从缆车下来以后，我就跟你吵着说我要看一下，我要看一下，太好笑了，太好笑了，搞不好昨天我们回去看影片，搞不好昨天我们坐22下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插在那，嗯，这样吗，然后只是我没看到，Okay. 但是影片会告诉我们，是不是早就有人都把它插在那里？像你现在就是属于开开，然后有点侧着的状态。好吧，以后你再弄，我就看着你好了。以后我就会确定我拍完马上收回包包。我下次猜是你放着的时候又掉出来。我觉得是我以为我有插回去，但是我没插。而且这里东西掉了是没声音的。对啊，对啊，耶，我在怀疑鱼跟杰说，我远远盯着他看，我也是看啊，很好笑，真的很好笑，好了，今天踢完了，那个我们上午遇到的教学三人教练加三人组还在，你会挡在路上了那个，对啊，我要切去黑踢的时候，看影片对照到他们的衣服就知道了。来呢。在掉东西了吧？捡一个掉一个。
是早上的人，因为早上的教练穿全身蓝，刚刚没有穿全身蓝。哦，那也是。OK， 去。他们知道如果到去的方向，后面有两个人。任意滑法，我想象一下，现在几点啊？一点半就可以，1:50。哦，那可以尿尿了。好，可以吗？去餐厅，你知道最下面的路切右边。我还是跟着你好了，因为我看不清楚。